Who here thinks they know what my ultimate dream? Just yell it. Better than Steph Curry. All right, any other guesses? MVP, okay. Play with my little brother, that's a good one, but that's not my ultimate dream. My ultimate dream, my whole career, I've always just wanted to be the player that I know I can be. After the season, I had to get ready for this Asia trip. The week before I left, I broke down 3 times. Because I knew for 6 weeks, I would have to just put on a smile. I would have to talk about a championship that I don't feel like I really earned. I have to talk about a future that I don't know. And honestly, it's tough.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s that one thing that we need? Hope. What's that hashtag that you guys made for me when I got injured? Never done. Never done. Never done. He called me mid-July and he was like, oh, like, let's just do CBA. Like, I'm gonna put up this domain and blah, blah, blah. And yeah. I was just like, okay, wait, like let's have some conversations with teams first and let's like, you know, like weigh out the options, let's see what's going on. 我们也有别的很好的球队去邀请我们，比方说我们在 Russia 或者 Israel 或者别的联盟都是非常好的 Euro League， 然后我经纪人也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回到 NBA。 最好的方法是去这些 Euro League 最好的球队。 We've known that, you know, it probably wouldn't be Europe. Like it would be, even if it gives us a better chance to go back to the NBA. Like I think he knows that, even though he's unwilling to kind of leave the NBA, that he knows that China is the best next step. 当然我了解，可是我的心里还是。 想在中国球迷的面前打篮球，就是这些想法，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觉得你应该往这个方向走。你问我解释为什么，我只能说，我一直觉得我中国球迷对我非常好，我一直想在他们的面前打篮球。可是除了那以外，我当然也是非常爱这个 NBA 的梦想，一直想追这个 NBA 的梦想。那他们两个现在有需要分开来的。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的心里就是一直跟我说，那你还是去 CBA 吧。很希望他能来到 CBA， 因为也有很多他的球迷也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他打比赛，我相信他一定也会对 CBA 这个篮球这个联赛带来更多的一些影响。 我也想看一看他跟郭艾伦两个人他们之间的较量，因为平时他们都很客气的。哎，豪哥啊，怎么怎么着，我没有看他们真正打比赛是什么样的，我好想看一看。那肯定要对决，那个在场上的事儿，我都就是在场上打球，就是很已经很自然的一种反应了，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啥玩意儿？我听我来吧。但是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啊，比赛会挺有意思的啊。我还没离开美国，还没来这个亚洲行，我刚刚已经跟我经纪人联系了，很方便，因为秦总就住在加州，离我父母的家可能5分钟，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我们家谈了2个小时。从那时候我一直觉得。 会很难找到另外一个球队可以给我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我们真的觉得他们 did their homework， 全部的方面都已经想过了很多非常 deep 的问题。比方说，我问他，你这个球队的 vision 是什么？你怎么样帮助北京？你怎么帮助这个城市？这些东西他们已经安排了一个路走。
然后这个路跟我的想法是非常像的。球队的文化的方面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我有打过很多不同的 NBA 球队，我有很多很好的队友，也有一些就是可能没有领袖气质或者影响到我们全部的团队默契。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想加盟一个球队，在那里可以打得很快乐，是因为我也是讲这个球队的文化，我们的打法，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想法，这些球员是不是很谦虚的，教练是不是真正的去教这个队，然后我们的打法是不是传球，不是只是靠一个人一直得分，一直投篮，一直投篮，一直投篮。我自己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篮球，然后这也是不是对的方法去打篮球。我也有谈过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方说我训练师 Josh 给 Josh 有一个机会当教练，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 Josh 有这个能力可以再走一步，再成长。我不知道有几个球队会给我这样子一个机会。保护身体是非常重要，他们说你可以带你的按摩师，你要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我们都可以帮助你。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你怎么去平衡就是自己的训练和自己的一些娱乐的时间？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到最后都是一个 balancing act。你可以花全部的时间专注你的训练，你可以花全部的时间帮助别人，可是到最后这个两个需要一起非常 balance， 然后需要有非常好的 chemistry。因为我打好我可以帮助更多人，可是我开始帮助更多人的时候，如果没有专注我的篮球生涯，那我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真正的帮助别人。对，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打 Kobe Bryant， 就是那就是 Michael Jordan， 我们都是会看着他打球啊。我觉得这个给小朋友是很正面的力量。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我的团队是非常聪明非常好所以他们找的这些机会也是比较特别的比方说去年我参加这个节目我可以讲中文可以讲英文，可是都是关于篮球，所以我很舒服。然后也是特别找周杰伦好朋友，因为他们知道我录这个节目这些东西如果跟朋友会比较舒服，表现得比较好。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有这个机会可以带这些球员真正的去教他们，所以我的个性会出来，就是全部的想法也是比较复杂的，可是想得很清楚，希望从这里可以真正的帮助别人更多人。在其他领域有觉得做得不错，我们那些之前合拍这个综艺的节目越来越幽默了。我觉得当然篮球这件事情要做好，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全方位发展，而且它不是只是球员，我觉得它也是明星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的重要，就像我的一举一动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得做出最棒的模范给这些下一代小朋友。我有一个比较 recent 的一个故事，四天以前有一个粉丝送我礼物，然后在这个礼物里面他写信，然后他说他从来不知道我是谁，他只是很喜欢周杰伦，然后他看完这就是灌篮的时候，他就认识了我，开始关注我。今年我一直遇到很困难的情况，他也是遇到很困难的情况，然后他也是 become depressed， 可是他一直看我不放弃，所以他自己也不放弃。他以前就是去年他去看医生，然后需要吃药这些东西，可是现在他都 OK 了，然后他就是不用吃这些 antidepressants， 所以在这个信里，他就说，他叫我 Dr. Lin， 因为他觉得 ，you know， I cured her。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真的就是篮球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是真的是可以帮助别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所以这也是从这个 entertainment 可以做出来这些东西。
经开始想哦，明年我们在哪里住？因为北京很大，然后也是非常开心，非常期待，因为我很久没有打出我知道我可以打出的一个表现，已经三四年了，我每天很认真的去训练，现在身体、头脑、心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真的觉得明年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季，我太期待了。如果明天，球季可以开始，我会非常高兴。